我们已经到临海了，然后现在我们在紫阳古街。这个人他要吃一个蛋清羊尾是吗？好像是的。好像是的。很谦虚的老板说，这是这条街上最好吃的蛋清羊尾吗？什么是蛋清羊尾呀？就是蛋清这样裹着肉，它形状像羊尾。哦，我听着以为是要吃个羊尾巴，吓死我了。很久哎，嗯，烫吗？嗯，烫。怎么样？就是糯糯唧唧的，然后蛋清的那种很温柔的味道，很温柔的味道。那我也要吃了，我不想拍你了。好吃，我可以吃了吗？可以。这个点头是表示好吃是吗？嗯。现在我们去吃梅花糕。王阿姨。哥。两个七块。梅花糕，哦，好吃吗？要不梅花糕？嗯，味道是有点层次感的，有发酵的那种面粉味道，然后又甜甜的。没吃过呀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不是干嘛的？你要说 是我这个人强烈要求吃的，但其实我现在其实我的胃已经粘住了，被各种糯叽叽粘住了。其实我们两个人已经很饱了。来，我来尝尝。多少钱一个？然后有时候是18。不是，这个是冷的热的？热的。热的。又吃不下来怎么办？其实我也吃不下。先去城墙兜一圈，回来就吃的。嗯，好吃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吃旁边的那个年糕皮啊，年糕里面加这个，嗯，好吃，呵呵，但是我很饱。这啥这啥要先买一个呀？嗯，很好吃，隔壁老板蛮推荐的。好吃吗？嗯，不要再吃了，我饱死了。我还想吃那个。你好像吃什么？泡虾。我们可以你可以明天吃吗？哎，饱死我了。现在我们去吃麦虾。麦虾是临海这边很有名的一个算是早点小吃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。我也没有吃过。里面是面条是吗？就类似面条是吗？应该是的，因为是用麦子做的吧，跟面条其实一样的。那我们先去看了再说，万一不好吃。对的，万一不好吃，这段不发了。先桌。刚才我们两个人在商量吃什么，然后就说千万不要吃鸡爪，因为鸡爪热量很高。现在给你们看，嘴巴。结局就是老板娘来一份鸡爪。怎么做的这个？我们的麦虾到了，它里面就是这样子的，有点像短的刀削面啊，然后有虾，有牛肉，有鸡蛋，还有香菇，还有香粉丝啊，就里面东西很丰富。就是面粉做的像鼓里的面疙瘩。怎么样？那个麦虾还是蛮好吃的，这个很推荐大家来吃，它就吃完以后很有满足感。但是建议女生的话，两个人吃一碗吧，太多了，对，量有点大。可以，谢谢。它的香味很足，然后不是很，一点都不甜，这点我比较喜欢。我那杯可以啊，嗯，这个叫草胡子冰奶，怎么样？它会点高，嗯，还蛮香的。一口冻梨气泡水。我们到榕庄来吃饭了。其实到临海怎么可以不吃新荣记呢？但是新荣记完全订不到，所以我们就来了新荣记旗下的榕庄。
好吃。这个蛏子真的超级肥，很好吃。它这个酱油淡淡的，好好吃。好好吃，也挺好吃的。你吃一口沙蒜呀。我们今天跑到临海本地人吃早餐的店，湖畔小吃。也是，是吧？好的，撕了报告再过来拿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上面是个是扁食，下面这个是饺子，这个是炒粉干，是吧？锅块，这是锅块，这个是豆浆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好吃。嗯。哦，这扁食像小黄饼。对，它里面包了豆腐干，白菜，还有点肉酸。是这样的，这个人猛吃，又点了一个，这个是什么饼？我胖死了。这个是麦饼，但是呢，跟我们前两天吃的梅干菜不一样，这个是土豆泥肉麦饼，而且刚刚做出来很热的。阿姨很热情，给我们做的很大很大。我们吃了这么多，猜猜多少钱？才28块钱。真的？梅干菜的好吃，梅干菜的，阿姨很上镜的。